I have found a friend in Jesus. He's everything to me. 学校开始陆续放榜，但是我想上的学校都没有上。虽然有点失望，但是并不会感到失落，也只是坦然觉得这是主给我的。最后一间放榜的学校是台大，我觉得我不会上，因为我想上的学校都排不上了，大家的第一志愿应该轮不到我。但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十二节说到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。最后我考上了。信主的经历就如同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所说，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跟弟兄姊妹们一起聚会，唱诗歌，享受主，彼此分享个人的生活故事，以及如何与主的话连结，让我生活里面所遇到的每一件事，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意义。跟信主前相比，我体会到认真过教会生活，也是认真的面对自己。感谢赞美主，让我寻见了他赐我新的生命与力量。还是跟今天一样的福音聚会中，有一位姊妹跟我说，受浸很好哦，阿姨不会骗你，因着我不会拒绝别人，我就受浸得救了。虽然当时我什么都不太懂，我也不认识这位神，但是弟兄们慢慢带我进入教会生活，我的人生因此有了奇妙的改变。朋友，我陪他一起生活，陪他读神的话。神说，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，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、信、爱、和平。白天我在幼儿园工作，弟兄在银行上班，下班后我们就一起去看望学生，关心他们，陪他们祷告。阿们，感谢主，是神的怜悯使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能够认识这位神。是神的恩赐使我们有神圣的生命，能够服侍青年人，将他们从邪恶的世代中分别出来，有荣耀的盼望。黄美静姊妹，黄美静朋友，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为你施浸，将你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。2018年6月24号，陈大哥受浸我受浸了，单流浴啊，给西庸传落啊，哎呀，你爸在录音的，24受浸，他没有受浸啊，有一天会等到他啦，不用等啊，给西庸传落啊，不好意思，受浸衣服都带来了，对啊，快留着以后给他用。He's the fairest of 10,000 to my soul. The apple tree of trees, in him alone I see all I need to cleanse and make me fully whole. In sorrow he's my comfort, in trouble he's my stay. He tells me every care on him to roll.木栅二区信心喊话，阿门。聚会人数50位，受浸人数5位，阿门。假如没有达到的话，我们就跳皮带好了。好，跳皮带。